不能用你就没用的人，你还是走吧。我家怎么办？我需要养家呀。你看你这活干的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从农村到城市，以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，可是现在我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，我小孩的学费也付不起了，我怎么办？老板，你就别再缠着我了，你还是走吧。走吧。 I'm in a car right now, so but Airport. I'm in a hurry, like a hurry. So when you come there, please call me when you arrive. What are you doing? Yeah. Everything. Yeah, money. Yeah. Money. Yeah. Wait. Money. Yes. Money. Everything. Take it. Take this. I give you. Here. Take. Here. Have this. 下车走，下车。 I'm leaving. 下车。 I'm leaving. <笑>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这怎么样？啊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。哎，谢谢。哇，真漂亮！谢谢谢谢。工作这么辛苦，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。哎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，别想那么多。哎，姑娘呢？出去玩去了，一会儿就会回来。 啊，来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哦，谢谢，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项链。哦，谢谢，很漂亮，我非常喜欢。谢谢爸爸。